白山黑水，东北风情15天，2024 9月12号到26号，第五天9月16号，长春。今天我们来到伪满皇宫博物院。伪满皇宫博物院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，他在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居住的宫殿，由这个博物院可以一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。迢迢指引月牙照人面，小伙赶着马车，手里攥着长鞭，江风吹过他通红的脸，锣鼓声声正月正，爆竹声里落尽一地红，江水滔滔流了多久，像那游子一去不回头，姑娘含着眼泪孤单站在门口，一眼望断了多少个秋，大雪封门再送财神，烧不尽心上的人，霜花满窗就在此良辰，我俩就定了终身。
溥仪的一生有五位妻子，他们是婉容、谭玉玲、李玉琴、文秀、李淑贤。由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，我们也可以回顾他跟婉容、谭玉玲、李玉琴的点点滴滴。
长春的风，长春的雨，长春的街，长春的你，我们在长春长大，也在这里收获了爱情。长春的风吹过四季，我深深地爱着你，如果你还能回来，我一定陪你到底。长春的雨下个不停，我深深地思念你，如果我们还能继续，拼了命也要把你珍惜。